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前景甲困境。台湾独立运动的前景甲困境，咱即马就热烈掌声来请台南县大家人支持。我来这里跟这边人亲接触的时候，啊，当时在伫这义工时候，我是在那里认识的。啊，但是等到台湾以后，新闻社台南工也是我们做两天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算是。进多谢啊，咱欢迎会长。啊，多谢这个太有听，啊，真感慨，因为去年足济足济，四十年前，五十年前，都把人民交付。我离开洛杉矶，1993离开2005年，但是当伊转来，真少转来一个，最少一个人。因为我当时在工地上无电脑，从后边一看伊就了解，我记得住，要买电脑。所以这现在，我说你看老兵，特别弄啊，这款机会这个再看到朋友，啊过去，嘛是这款另外一个机会是参加聚会造型，这是个人的意向，拢会拄到的，啊，请大家上台问下。啊，我今日主题很简单，就是当独立建国运动的困境甲前景。困境哦，也真济，啊，前景真济困境，这是现在的这个的经验下。我先讲咱的困境，咱未来无可以放下去，将。反省自己，第一，台湾是一个足无国际观、足无知识、无知哦，当玉地区，这个 IPSOS MRI 这个英国机构发表一个统计，台湾是全世界第三。无毕业世界，有无知无耻，无知啊！无知识，最少无知识的。台湾全世界加赢中国，加赢印度，以及世界上的这个重要的重要议题的认识，加关心，台湾是第三名，上。上无的上，啊，这个事情是，咱台湾，台湾我出去台湾，我看讲，你再讲一个世界的代志，讲正国际议题，真歹找一个吼，不敢讲。伫 Facebook 顶块，我定爱了解物件，迄种我唔操作起来，我会看 NHK， 会看 CNN， 伊内底我看看。可能唔真重要，唔是个对人是真重要，但对世界真重要问题，我拢会去发表意思一些，哦，即个伊个个经验。但是我怕规工，咱个报纸，咱个即个电视，拢唔捌哩报，啊是用正常个，正常对世界问题，啊台湾伊世界，到徛伫少数个处境，我来关心，哦，啊，我来做。第二，台湾是一个足无危机感，对家己出面足无危机感国家。我兼一个诶台湾安保协会伫咧处理，阮每年拢会招为美国、啊日本，或者是招即个韩国、菲律宾、印度，即个军事专家，退伍军人、退伍将将军、大学教授来台湾讨论一下诶国事。我记二零一五年，
迄、那个市场房价上的市场们也蛮好些地方。伊啊，甲分迄个迄个海军总司令退伍，叫做考拉里，三是拢是共军，台湾人啊，台湾政府完全无依靠。诶，中国伊爱做就南海去起建土地就是基地，世界各国在紧张，啊，对咱影响重大。台湾，当讲无声无息，台湾人也未起来帮助。当然政府嘛，嘛是用这市面上个构造，唔敢讲个，啊，但是唔敢是唔敢讲，政府不会违反的。这无这样，这是台湾话个这回事。我讲无跟，因为无跟无国际关，所以有些无这个有违反。各项困境，咱是有怎个蛮清楚，台湾是一个，一个对各个民族还是国族，真混淆，无清楚的就是国家的，就爱面子借不清楚，到底是台湾人，是中国人，是华人，是汉人，这边。你会使十个人，可能有七八个有共款答案。即全世界国家应该袂讲问题。你日本人伊无讲外国话是哦，都会都会啦，一定讲讲答案。美国虽然是多关注的，但万一讲是美国人，那在伟大完啦。中国人，台湾人嘛是，啊有在美国。有的东西拢要让大家较欢喜，较欢喜闹起，啊，这唔对啦，这造成规个无台湾意识，造成规个无迄个民族意识，无迄个国族意识，啊，这就是讲台湾人无这个这个民族国族意识无问题，这是咱讲的问题。啊，我下一集的，我这我老公这工程都讲不出来。我想较重要，啊，比较爱计算的这样。当然，我就起码从对这个对这个上面的这个关心讲。我想古话是文书啊，我有体会。当然，真好坏是也是官僚制度。这官僚制度哦，有的听过吗？卖公招，那唔使讲嘢，年金好，然后嘢，啊官僚，即个政府外底或者公务员制度，还是讲即个教育、军事上的军事、军人制度、公务员制度等等，拢感觉有迄个问题的，用你们的制度伊，啊，下一步是无关系，一定爱即个贵姓，即个配偶是死，然后再起来，这个是讲对别人。我是在讲，对于这个，伊反正讲，伫这个社会底，会使有两百个通电的，而且故事还袂死结嘛，啊袂啊，我就用个袂使有增加一个故事，然后就，但遐有影，啊上无死啊上无关系，而且讲造成少年人用少年人这优秀人用根本无关系，无关系无关系，要无关系个问题，这个是。第二，用官僚制度对公务员的保障，我要赞成大家讲，卖做小会，多做卖做个少，要考虑。所以政治个，我无唔敢唔少，每个公务员，加讲我来过就好，啊，完全无要这个。啊，搁一项，就是外行领导。这嘛是讲，就是说官僚制度所产生的真大个弊病啊！这个应该是穷有余啊，再有提供。但我哋问官，文化制度，文化数字，官袂着世界潮流，官袂着世界文化嘅，
所以台湾要进步，脚步慢慢前进。我该出息，所以不对。因为我去创业嘛是义工，两千年左右有一辈，啊代表台湾市政府去，教育部参加一个会议，那个会议是讨论讲要安怎按名称保护青少年受这电玩，哦电玩，然后连到那七个玩具块，电玩的块，什么电玩哦。会一个伤害伊，所以伊啊是讲这种哦，啊以后吼，这电脑袂使吼，伫这校内底，以后这咱这电脑的这电脑吼，袂使跑外久，外国内底袂使抢掉，哦，啊所以咱安怎限制哦，这个恐怖的电脑散播伫这社会。你在这边都看到新闻，有韩国准备用几百亿的韩币，为了发展电脑这些电子的，咱韩国是用这用发展吼来帮助吼这工作业，所以看到那个你就说的也是韩国是重，世界是重要的，东西台湾的这。人体人才好，女体人才好，拢袂输韩国。但是因为政府官员一个啊，真保守的习惯啊，咱啊限制人，限制个台湾咱大概亚洲上过名的，最官僚制度真可怕出来。啊，最近一寡吼，啊，最近咱一寡只，一个莫名其妙发生问题，啊，我个农业政策。弄下这些来滴，遐个农委会来滴官员，无一个是农民出身的，无一个对农业完全不懂，人家对农这些不懂，啊，那结果连农都袂了，用关于关于这个的和台湾的进步。就参与活动，活动做下，所以我讲无不悲观，啊，无这个还得问题，啊，包括这个这个音乐，啊，拢是咱有困境的，但是来讲，甲困境以后吼，嘛是要想办法去解决，但是这是咱个。个物件唔是讲甲咱内部教育界制度界唔是解决物件，我对外口嘛是讲对外压力是或者困境是，但是当上上政府讲台湾的困境是外头是多物件，结果我人讲伫外口好，伫经济好，无管各方面加强，总是遇到过来，所有。是台湾对的困境，拢是会倒来的。啊，主要是中国，啊，唯一也是中国的。中国以前的吼，一中完整，是世界上我咱无法行出。以一中完整，对全世界所有的在国家要民主修一中完整，所以咱得国完出去，也不敢讲。用文字语言，卖古时代用遵守这文字语言，这第一点。啊，上面台湾国吼，对，许多这规则嘞，也是中国人规则。世界上，台湾有规则的文字国，是中国人。从这几款规则面来滴，咱台湾安乐里边安乐去。动画上面，啊，这么简单的，都要进入进去。啊，你讲讲啊，经济竞争力，在古早时代，以卖游戏代，啊，开始，为但是游戏代吼，就开始变得更好啊，这个我懂，卖个贵，个开放比较好。
台湾的经济嘛，百分之四十七，现在中国，全国家的现在是，但国家是百分之几，这是可能中国方面的数据，但这是事实的，这是台湾事实的，咱不是讲讲讲这种依赖，包括在经济，包括在技术，各方面技术，咱的工业技术，咱的制造技术，咱的科学技术，拢需要它的。都是他的意思，所以这套的哇塞，这个上套的还用手的用的，上吊的台湾人自己，伊讲的句话是无迄个国税官，啊无迄个利益意识，所以自然有咧趁钱，咱就安尼为家己技术，一寡人无饲鱼啊，或者饲石块，饲个都输的，专为啊这技术，带去中国海南岛盖个饲，三年以后。人家一样，一步打的棋，他小，就可以打一，打一步打一，他这就变自己赢球。啊，今晚我多怕是，与少年人去的体育人，去年老金牛，他今年老金，中国跑出去的一个结果，要在下先，在下先，在下个先，去中国。家，然后啊，去伊个迄个去了内底实习，实习一个月5万块台币，比咱台湾省较济，啊是5万块，啊嘛袂少。啊，当时买3个月、4个月，但即3个月、4个月中间以后，在少年学生，在少年青年，伊毕业了，伊到底偌济人会有需要？呀，这吃到迄个鸡汤，入到迄碗鸡汤，就是贵红贵。这嘛是咱上大问题，还是还解决。但是，若要讲到台湾困境，就是讲，就是各国之间都有交流。但是我讲，我是慢慢想解决的。但我也要了解，但我知影我是困境，也并无法解决。所以我们国际上就是讲，咱的前景是安怎？咱台湾就是讲吼，一个自由、一个平等的自由社会，就使真安稳稳，食衣食住，即个都是结果。不一定是，我话是讲咱的民主、自由，啊，是平等，而且做完以后，咱就会使。真安稳，食起台湾建国是了好个，在熟悉过来，唔像并不像个。台湾国是民主，台湾以前国家国是民主，台湾国民主，台湾已经互台湾讲到你个，所以讲民粹主义主义个，啊，台湾国是民主，含这个，咱有定义诶国旗。我是伫全台湾飞来飞去，即个做主，但即个我着保障全台湾，吼，等于对讲，也无法保障到你。所以我讲，干你无家己个，一定解决过来问题。你爱做，是讲，咱台湾问题还阁是话，中国第二共共产党讲个，二共共产党。这有点反分裂化，反分裂、反对台湾运动，因为因是因为真明显对台湾，而且关键是伊个天气是反分裂化，就是我觉得，我就是讲台湾运动运动国，所以我差不多是2000年左右，应该不是，哎，不是。美国的时候，1990年，我就发现讲台湾问题国际化。台湾问题若无世界知影，咱一定是阮安尼做不了个。基本上是很少有。那小寡代台湾对外发生，啊，从第三国对咱有些治外意思的中国是来抗议讲，啊，你干涉着我，干涉着中国问题。这里中国问题已经是国家问题。
已经和中国比那是中国过来的，这足足小心，还足注意，跑，这边我想讲，到明年还过几话。第二，用咱这铁路以外，还有足许多，大家足唔敢讲。种比较属于这种啊，感官语言，伊唔敢讲台湾独立，也是唔敢反对中国，是惊人甲你讲我是个是独派，啊是惊人讲我是唔是，伊真惊讲小人得两笔数，无同款的这些政治语言，啊这是有法啦，就是对哦，讲我是台湾。敢讲，但是讲我是台湾人，还是中国人，就敢讲。所以咱基本上，咱朋友、敌人，拢分袂清楚。所以社会上，若讲是共识，中国共产党是咱的敌人，这共识也算是台湾人的，这是应该要走的。所以真下昼几日。几个代志，我有我唔算，唔算了我有透过一个我起码诶，少年移动少年年轻，年轻包括台个叶文华出来问讲讲，出来问是毋是会使宣布哦，对台湾有侵略性、有敌敌意、敌意的哦，共产集团。共产集团政府是台湾的敌人。我本来想叫讲，你若是宣布讲，哦，中国是台湾敌人，伊讲哎呀，这款考虑下了，较歹宣布。但是我本身在宣布讲，对台湾有敌意，哦，啊，有侵略性的共产党集共产集权政权是台湾的敌人。啊，这应该是这样子，这应该是无完全为任何一点哦，国际关系无任何一点，所以来看我创造价值、价值的。啊，为了价值，我承认讲，给进步。啊，所以这种是叫矛盾性的，但是我们，那这样讲，人家可以做得到。你说，当然究竟无关的稍处变。风较大，烟较大，透风透雨，透风透雨时，咱家微笑哦，就大家团结，真个团结。每一个台湾团结哦，那就是真团结。你讲看卖哦，你台湾的几个这选举哦，我有选举看，选举的台湾团结有一个共同印象，对中国对咱的威胁，真是威胁。我咪更炸弹，我咪个炸炸弹多啊！哦，咪还有咪射个，现实中当然有会降噪，那就团灭灭，就团灭灭。所以，即边哦，中国较巧，伊无会用炸弹啊，啊，伊无会用这个弹啊，但是用个保护较济，用个保护较济，用这个方法，即个咱。伊我们今年六月七日，啊，我看一篇文章，是我们一都会看的，但是我不想，我唔要，我反应不出来。是讲，你当我看一篇讲，水电吼，因啊，因一个国民防卫手册，和全国国民，和全国国民啊，国民防卫手册，和全国国民。我还想啊，因为这个俄罗斯啊，吼，伊首先的国家呀，开始作战，当兵啊，开始用网络对国家去侵犯的，所以讲要有所谓国民看清楚，你的国家是不是真随时会予敌人攻击，随时会予敌人侵犯的状态，这是
随便讲，是这样子，自由，完全这样公平，哦，啊，对啊，你所以你有安尼比啊，国家，人发展物件是建构出来的，哦，啊，台湾怎样无，我讲这样子，所以我讲无要比讲，蔡政府是不是爱学随便讲的，那嘛，个公平体系，咱有就是边啊。咱大家想要办公室个，那有几只啊？就几只。国币，即个算以前吼，三四个月吼，美国也好滴，日本也好滴吼，包括印度吼，有一种新闻讲吼，中国会用网络吼，网军吼，线即网线假的消息，做一寡假的数字。来干扰他的生意，奇怪的，啊，像物件小个，你还是讲过啊，讲归讲，政府要做，就是要官僚制度，但官僚制度就简单嘛，我若唔捌禁止，所以官僚制度上好办，上个个讲过，唔捌人禁止落去，就是搞成，所以因只官僚。医生做这样的事，你看贾医生，贾就不一样。再就是因他少年时靠运气，过过靠医疗，一生中先保护自己，好吃好睡好多薪水赚钱干。所以你看提些啥物件，尽量不好啦，尽量不好物件。这老人家。为政府的机构，啊，这样像我说，即款官僚制度的，即所谓台湾，公告是嘛，是咱即选举人卡内底应该有啥人？我计算有啥人伫个？啊，包括因的吼，迄个家属人数至少有百万，所以。哇，这都是个，又是讲干来噻，全部是个台湾社会利益，伊嘛做有台湾，也就诶商业机构，是这样子来讲，这么讲，我多少讲的，台湾的困境真济，啊，真多，就是真济困境，啊，多谢各位。今来呢？今来颁奖以后，那个当总，阿梁建当总统先生，那个将，伊是2018年的总统的颁奖得奖者，那个大家拍下手。